你一上年龄哦，你开始要当上家长了。
你要不辣椒来？三椒没？哎，这个是辣椒。辣椒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吃吗？三椒。三椒。不要乱拿。可以拿吗？你跟人家拍照。你放干么？你别牙还宽呢。你牙这不老。可以拿。你姜味也能顶呢，你得应该姜。花生呢？走之走之没有，因为那是用他的衣服颜色。我嘞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直接叫我跟他买东西。有没有虾条？有没有虾条？